我觉得十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数字，这是一个终点，也是一个新的起点。那对于一个赛事的成长来讲，它也是一个台阶，也是一个新的起点，一年比一年好，做到中国希望是最好的、最完美的比赛。然后会很喘，然后你的肺部感觉也是有一点拉扯，但是很刺激。冠军，我准备了半年了，就是半年之前就想能不能在公路赛场站一个台，今天也算是完成这个梦想目标。赛段和第二赛段连续爆胎丢失时间之后，我打算在第三赛段就是效仿弗鲁姆那样80公里长距离突围，就是下了这个大理那个坡之后，我就义无反顾的一个人跑掉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幸见证了Granfondo的10周年这一次比赛，那我也希望自己还能够有机会和Granfondo这场比赛一起成长，我们在20年的时候再见，甚至有30年、40年。